求求你了，你还打人上到底卖谁了？你还记得长什么样不？你这孩子，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到县城，你给我再打点好好盯着，必须把这人找出来。哎呀，你就说你还认得那人吗？啊啊！要我说呀，这也找不回来了。你说人占了那么大个便宜不早跑了？哎，就是找着了，他能承认吗？你的意思就是不找了？我告诉你啊。 那可打人是公社的，这要找不回来，准得判我一贪污。哟，这么严重啊！哟，这个咋办呢？你说你们这些孩子也是，你看上……你说你这死孩子，你什么都没学会，你就学会偷了你！你偷什么不好？你偷人，打死！哎呀，你要我干哪的？哎呀，我打烂你的脸！哎，你干嘛呀？你看看，哎，这是你孩子吧？啊，小兔崽子！ 吃我的喝我的，我还说不了你，管不了你了。别给我省省心吧啊！反了你了！咱们刚安顿下来，你们又给我惹事儿。你看你真是，快快快快快来来来，认个错，来二丫认个错。大了大了，行行行行行行，认什么错了啊？认错了，大人是回来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儿咱们死马当活马医，在大街上瞪大了眼睛啊，挨着个给我盯着，必须把那人找出来。 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把死孩子，我这是上车了。上车，快！哎，上车，往里。哥，咱也没找着买咱人事的人，怎么办呀？哥，咱们是不是又要没地方住了？ 那个姓田的要回老家，你说咱妈会跟着他走吗？他走不走我都不走，那姓田的不喜欢他。那我也不走。老疙瘩，你走不走？我不知道。 我亲妈的，他不是咱亲妈。哥，咱妈要是真跟那个姓田的走了，你说咱去哪儿啊？怎么样了？孩子们说了，你不喜欢他们，他们不想跟你去。 什么？他们还不想去？小兔崽子，我还不想带呢。反正带哪儿让被人偷，咱俩走。孩子们不去，我也不去。那孩子又不是你亲生的。哎，趁着机会把他们甩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可别动这个念头啊！那你也得替我想想啊。 我回老家带回一个媳妇儿成，我带回一大堆别人的孩子，那你说我爹能干吗？可他们从小都是我一手拉扯大的，那我舍得吗？田伯伯，前两天骂你们不对啊，这个我给你们赔个不是。其实我挺喜欢你们的，哎，我今儿带你们买好吃的去，想吃什么呀都？我想吃包子。 我啥都想吃。行，咱想吃多少就买多少啊，想吃啥咱就买啥。哎呦，哎，钱忘了带了，没事。那个大小啊，你带着他们在那边等着我啊，找一树荫，我回去取钱去啊，这就回来啊，千万别动啊。
兄弟，够意思！我们哥俩刚出来第一桩买卖就给弄了仨啊，人都齐了吗？齐了，仨一个都不少。我让他们在那边路口那儿等着呢。哎，买主找到了没有？没找着，俺们敢接这活儿。那买主人怎么样？不许亏待了孩子啊！行行行行，不废话，啊。怎么才200呀？不说好300吗？我一个人能应付仨吗？我二哥不得吃饭啊？咋的？你不干？现在风声这么紧，算了。行行行行，你们俩呀，就是一狼一狈。你说谁呢？小心把你也卖了，把腿给卸折了。我今儿赶时辰，不跟你们废话，就这么定了。哥，田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对呀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哪知道？小兄弟你好啊！哎，小妹妹真漂亮哈！我是一名田伯伯的好朋友，他在县城买了好多好多好吃的，等着你们呢。我来接你们过去。你谁呀你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你！哎呦！别打了，我说你就别打了。你不跟我说老实话吗？不行，求求你，别打！你到底把孩子给我弄哪儿去了？我哪知道？我跟你说了，真走丢了。你还骗我是不是？你！与我何满像什么人呢啊！你连我也敢骗你！我骗你！我暴毙了你！我打死你！你干什么呀？我是很着急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去找他们，找不着他们，我回来扒你的皮！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哎，你上哪儿找去啊？满相，你回来！你听我跟你说呀，你回来！你别去了，你找不着。老疙瘩，二丫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回家了，大小啊，老疙瘩，二丫，回家了，大小，老疙瘩。回不来了，咋的？咋就回不来了？你给我说清楚！我说回不来就回不来，你把他们害死了！你把我当什么人？那到底咋样了？你说呀！我把他们送人了。你把他们卖了？那咋是卖呢？我给他们找了一享福的地方，也省得拖累你呀。卖到哪儿了？听说哪家人不错，孩子们不会受委屈。操你的蛋！老疙瘩，二丫，我的大
信我。啊，对不起你们。曼香，别哭了，啊，跟我一起回老家吧。我家有猪有鸡，还有三间大瓦房呢，不愁吃不愁穿的，多好啊！哎，这么着，这存折也搁你这儿了。曼香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没孩子，我想孩子我都想疯了。现在好不容易我又娶上媳妇儿，你就跟我回老家吧，咱俩生个孩子。我的孩子，万幸！我求求你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们都乖乖的给我听话。我们开心了，就带你们好好的玩。哎，你还想跑？给我老实点啊！你们也就干脆想明白了，乖乖的到了地儿，好吃好喝的，不比你们原先跟那个田老头子强了。你是哥哥啊，带着你弟弟妹妹老实待着，别那么不开窍了。二哥咋的了？这破玩意儿又犯毛病了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把这破玩意留在家里种地，你非得跟我出来。我也出来跟你混俩钱儿嘛，我去看看。你到底能不能行啊？哎，太跑了！快点干什么了？嗯呐！告诉你，你俩给我消停了，不消停都笑话你们。他跟人家走了，不要咱了。你胡说，爸爸不会留下我们的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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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俩畏罪潜逃，还继续作案，以为我们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行踪全在我们掌握之中。出来！我们俩这次真的什么也没干，就想回家。什么也没干，四季屯的田大夫已经向我们报案了，你们现在是罪上加罪，知道吗？哎呦，报告政府，我这头老疼了，能不能先送我去医院？少废话，别耍滑头，带走。刚在小吃店帮师傅干完活，师傅给了我点饺子，我给你们带过来了。你们手上什么东西？哪来的馒头啊？是不是偷的？咱不能靠偷东西活着，到时候被抓起来怎么办？那靠什么？我去干活，挣钱养活你们。人家能要你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不能偷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老疙瘩，你怎么了？冷。那么烫。哎呀，老疙瘩发烧了。把脸擦干净，就更漂亮了，啊！排长，排长，咋的了？你快看看去吧。出啥事了？这么着急忙慌的？哎呀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快走吧。走，回去看看去。这是咋了？你们俩慢点吃，啊，没人跟你们抢。你们的妈也真是，扔下你们就不管了。那你们这么大点儿，把你们扔外面，咋整？干什么玩意儿？干什么玩意儿？不许跪！什么玩意儿就跪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不干啥我也得知道你干啥。你们就利索的啊，赶紧把饭吃完了，爱去哪儿去哪儿去，成吗？爱找谁找谁，你就别找我。我都跟你们说过了，我有小雪，我女儿一个就够了，我再加上你们三个，哎呦，你郎大叔我真养不起。郎大叔，我们在这就认识您，您就把我弟弟妹妹收下吧。以后我保证听话乖，不闹，对小雪好。爸爸，我要姐姐和哥哥。他俩小，都吃的不多，我吃的多。我走，我能干活，等挣了钱我再还给你。哥哥，别走。郎大叔，我们不吃多，就吃一点点，我们听话。不是，你们就认识我呀？你不认识别人了？你二丫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你们认识别的亲戚啥的，啊？叔叔大爷、舅舅、舅妈啥的，你
你想想。就摊上我一个人了，这就。王大叔，你还赶我们走吗？我倒想赶你们走呢，我。往哪儿赶你们啊？谢谢王大叔。留下吧。别愣着了，吃饭吧。先擦一下啊，阿姨打针不疼，来了啊。好快的，马上完了，哎，好，完了，好嘞，完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，好，好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，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好，德奎，啊，过来跟你说点事儿。啊，你自己揉一揉啊，我给你拿药去啊。你别怪我多嘴啊！孩子们，你打算怎么办呀？养着呗。养着？啊，这加上这仨，一共四个，全养着。可不咋的。你可想好了？你每个月才挣多少钱？这加上小雪，一共四个孩子，咋够用啊？再说了，你还想不想结婚了？一个小雪也就够了，那再加上仨孩子，哪个女的会愿意跟你啊？不跟不跟呗。那人家孩子来找我，我恨不能把人轰出去吧。没事儿啊，养一个是养，养四个也是养。那没钱省着点花呗。放心吧，啊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你这个人啊，真是死脑筋。来，大哥，过来。哎呦！好嘞！德贵，哎呦，哎，团长，哎，你咋来了？啊，这就是那几个孩子。啊，哎，孩子们，叫爷爷。爷爷好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来，团长，哎，喝水。坐吧。啊。德贵啊，嗯，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，把这孩子送人吧？你看你现在造的啊，想不想找媳妇了？那团长，您要是真心疼我，那就给我介绍一个呗。我是心疼你呀，可你看你这条件，啊，谁跟你？这条件咋的了？这条件，我不就带几个孩子吗？那您说，这几个孩子我不带，谁带？有人带。谁呀？人我给你找好了，孩子过去呢，也吃不了亏。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这是命令。哎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跟哥说清楚了。狼叔说要把我们卖了。他要卖你们？有个人挺厉害的，命他要把我们给卖了。快走！这事儿回头我再跟孩子们商量。那还商量啥呀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哎，爸，哎呀，我爸子，这什么玩意儿？那不是人贩子，那是我们团长。这个破孩子，把棒子扔了！你什么玩意儿？团长，不要紧吧？啊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没事，我看。我听我口令。立正！立正！挺胸抬头，收腹收臀，胸挺起来，都挺胸，腿站直了。这臭小子，你长本事了哈！
团长都敢打。我哪知道他是团长啊？我还以为他是人贩子呢。人贩子？你见过长成那样的人贩子吗？刚来没两天就给我闯祸，时间长了还不定怎么着呢。背不住你连师长你都敢打。狼大叔，你不会真的想卖我们吧？卖你们？我那我得看你们表现。你要是敢把他俩卖了，我点了你的房子。你给我站住，臭小子！再说一遍，我点了你的房子。我呸！你这哥脾气倒挺拧啊，当兵倒是块好材料。不怕啊，别怕，我会吓唬你们的，我不会卖你们啊，哪有当爹的卖孩子呢，是吧？你不是我爹。啊，对，对，我不是你爹。你说你就那么点工资，能养活得了他们几个孩子吗？我不养咋弄啊？没办法，认倒霉呗。哎，你有没有什么不用的书包啥的？你要它干啥呀？二丫和老嘎呢，都到了上学的年龄了，我得让他们上学呀。不上学真成野孩子了。哎，那你说，咱营部的小学，能要他们吗？试试呗。行。不要出眼啊！臭小子，你给我回来！站住，听见没有？站住！人跑你！谁呀？师傅，您这儿收徒弟吗？我给您当徒弟。我不要工钱，你管我吃饭就行。不行，你太小了，回家找你爹妈去吧啊！我没爹妈。您是华校长吗？是我。我是咱兵团三营七连的，我叫郎德贵。哦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就我有两个孩子已经到了上学年龄了，我想让他们在这儿上学，就想问问有啥手续要办。哦，手续倒是挺简单的，只要是咱兵团的孩子就行。是这么个情况，我那俩孩子呀，不是我亲生的，是我收养的。收养的？啊。那不行，那咋就不行呢？咱们教室少，学生多，兵团自己的孩子还勉强能够安排，兵团以外的就不行了，团里有规定。这是个啥规定啊？咱不能看着孩子失学呀。要不你去团里问问。行吧。你可别整这套虚的了，不是来看看您吗？哎呀，你不看我呀，我还好点儿。好，你这一来，我这脑袋就疼。哎呀妈呀，头又疼了。哎，别，行行行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说事儿，你说事儿。哎呀。
到底是老首长啊，我这有事没事一眼就看出来。嗯，是有事儿。但是我这事儿吧，他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在我这儿那是天大的事儿，在您这儿那就是芝麻大的小事儿。哎呀，你别扯那些没用的。什么事儿？那事儿呢是这么个情况啊，我那几个孩子不是有几个该上学了吗？啊，这营部小学校说不让上，说他们不是我亲生的，还说这是团部的决定。我想这不瞎掰吗？你这可不是瞎掰啊，你这是真的？不可能吧？您这么英明的领导能做出那么愚蠢的决定？你没办法呀，那学校就那条件呢。要不等盖了校史扩大招生再说吧。哎呀，那得等到哪年去呀？那不是，团长，你听我说啊，那几个孩子我都了解了，他不是一般人的孩子，不是一般的孩子啊，那是哪班孩子？工人阶级的孩子，祖上三代贫农，父亲是矿工。您想啊，像这样的孩子他上不了学，让别人咋说咱？弄不好就扯点政治问题来，你这咋的？你威胁我呀？没有，我一点这意思都没有。我就想啊，那现在不是政治挂帅吗？那培养接班人的问题，那不是小事儿，是不是？行，你回去吧。回头我给学校打个电话。别呀，您别回头了啊，您就现在呗。我跟边上等着。不是你。你等我干啥呀？不是怎么的？你监督我呀？不是，我不得等您打完电话跟您回家去吗？你上我家干啥去？帮您干活啊。你干活啊？给您劈个柴、挑个水啥的吗？哈哈，你小子，你上我家帮我干活，我得供你一顿饭，然后再搭一瓶酒，我亏不亏啊？到底您是老首长，我一撅屁股您就知道我咋回事，是吧？那行，那你干活可以啊，饭没有，酒没有，干活我走人，绝没有任何条件。哎呀，我拿那小子真没办法。华校长，哦，王团长啊，我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子。什么事儿？您说。来，放这儿。哎，你们两个听好了啊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们就要上学了，啊。这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能听懂吗？那只有上了学，学了知识，有了文化，长大了才能有出息，是吧？你看我这说着说着，你怎么站的？以后要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啊？不上学是啥呀？是野孩子。我既然养了你们，我就要把你们培养好、教育好，将来要成为我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郎大叔，那我哥呢？你哥的事儿我来管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他叫回来读书的。你们记住了啊，明天到了学校要听老师话，好好听讲，不许淘气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哎，那还像个样子。现在来发书包，哎，别抢，都有，一人一个啊。年纪小的是小的，来，哎，背上。大一点的是大书包，好，哎，斜着背，哎，这胳膊掏过来，好嘞。嘿嘿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嗯，转一圈我看看。
乖乖的啊，都听老师话啊。好了，去上学去吧。老师再见。我找大小去。找啥？我咋听不明白呢？我收养的孩子有一个叫大小，犟得很，这孩子跑了。我打听到说是在前面那村子农机站学手艺呢。哎，孩子正是念书的时候，哪能不上学呢？你说是吧？那可不。哎，正好我也到前面办事儿去，你捎我一段呗。行吧，行吧。有意思啊，这婚没结，孩子倒好几个了。别说，倒真有个当爹的样。你别笑话我，我这爹啊，忙着累着呢。少仲，哎，大哥，快进来。哥跟你说个事儿。哥，啥事儿？你说。我看见郎大贵啊，骑着带着连衣裙走了，俩人亲热着呢。啥？那。大小，大小，你有事吗？啊，师傅，这孩子是我儿子，我来接他回去。你儿子？小子，你不是说你没爹没妈吗？这咋又有爹了呢？他不是我亲爹。师傅，是这么回事啊，他亲爹早就死了。后妈又扔下他们几个孩子嫁人了，我收养了他们。哦，走吧，大乔。二丫和老疙瘩都上学了，他们都盼着你这个当哥的回去跟他们一块儿上学呢。啊！我不回去上学，我要在这干活，自己养活自己。你还是个孩子，你咋养活自个儿啊？你就算是想养家，那也是将来的事儿，啊！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上学，走，跟我回去。我不回去。听话，回去。你看，我差点让你这小子给蒙了。他跟我说呀，他是没爹没妈的，要不然我也不能收留他，不是？是是是。你不说我，我也不回去。我这叫你回去上学学本事呢，你跟这儿你能有啥出息？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话我可不爱听了，啥叫跟我这儿学就没出息了？啊，不是，师傅，我没那意思，我说他呢。你说他，你说谁这么说也不行啊。再说了，你又不是他的亲爹。今天如果他要是愿意，你把他带走；他如果不愿意的话，嘿，你还甭想把他带出这个门。你说你这人咋不讲理呢？我这拉自己的孩子回去呢，你在中间插一杠子，你算干啥的呀？我算干啥的？我是他师傅，怎么了？这事儿我不能管呐，不能管。快走，我就管定了，今天啊就。你想咋的呀？你想咋的？不是你想咋的都。哎，你们别吵了，我不回去。听见了没有？人孩子自己说了，不想回去，啊？他现在也老大不小了，这事儿啊，让他自己拿主意。我不回去。我今天见着你们哥了啊。那他上学吗？上啊，咋不上啊？那过两天我就给他弄学校去。手艺要学，书也得读。不读书咋整啊？不读书将来连老疙瘩都比不上。我不叫老疙瘩，我叫志刚。啊，志刚，志刚，我说错了，啊，我都。
都忘了，我都给你们起过名字了。二丫叫志平，大小叫志强。那他有书包吗？有啊，我早给他准备好了。来吧，吃饭。爸爸。嗯。我也想上学。想上学啊？想上学就多吃，啊，你吃的饱饱的，就长得快快的，长大了就可以上学了。蓝德贵，你在家吗？蓝德贵，你们吃饭啊，吃饭，我去看看去。吃啊。